应该是会加剧的，因为其实这些难民尽管是具有这个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国籍和身份，但是其实呢他们是生活在土耳其境内，因此他们也必然会受到土耳其疫情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土耳其境内爆发疫情也必然会波及到他们，只不过他们具有土耳其这个叙利亚的一个政治身份，所以就变得相对特殊一些。 那么在当前呢，我们也要看到叙利亚的难民，尤其是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对于他们的救助和帮扶还非常的不够，所以说使得这个群体形成了一个非常容易受到这个疫情更加严重侵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叙利亚这个难民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他一定会受到土耳其疫情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土耳其国内的抗疫形势。 早先来说，这个土耳其利用这个疫情，利用这个叙利亚难民来向欧洲施压，它是为了获得在地缘政治上更多的优势的地位啊，获得更多的这个利益。但是现在来说，由于疫情的发生，那么使这个现象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他不愿意跑了，害怕到欧洲去受到感染，可能这个路途上也会受到感染，他更愿意待在原地。另外呢，土耳其国内也发现这个边界，欧洲的边界也开始封锁，他也没有办法把难民驱赶到这个欧洲境内。所以说，土耳其当前应该做的是 怎样思考和欧盟合作来采取共同的措施应对疫情的蔓延，而不再是拿难民问题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较劲儿的这样的一个把手来获得更多的地缘政治的优势。